大家好，我是开路的刘工，今天跟大家讲解一下这一个散装齿轮。这是用我们的奥库玛 U3000 进行加工的，材料是氨纶龙膜肽。我们的这个齿轮的一个加工难点就是外面这一个散齿的是螺旋齿形的，螺旋角是20度，然后它是一个散齿，一般的设备不是专用加工齿轮设备是加工不了这种散齿。这是用平行刀洗出来的，里面这一圈齿的话我们是用那个叉子刀叉出来的，但我们的 U3000 有这个叉子模块。那么这个产品主要的工艺难点就是在这个鞋齿上面，直齿是没有什么问题，在鞋齿一个它的分度，齿轮的分度要非常非常的准，然后齿轮精度是我们直接洗出来以后经过检测可以达到7级的一个精度。以上就是这个产品的一个解说。